大壮的旁边躺着一个人，我说你怎么了？他把这衣服一掀开，我看肠子，肠子白的，血没了，掏一盒银元，妹妹，我说给你妹妹啊，你的，我说我往哪儿寄啊？啪，志愿军后头都写着，那时候我十七岁。有一个战士啊，很年轻，二十几岁呀、下巴打没了，露喉咙眼，我让护士给他喂喂饭，没有一个护士喂到顶，我给他喂饭次数上最多了，他一见我就比较亲，这个亲劲儿。黄继光的胸前打成火，还有一口气的时候，把这里的碉堡炸了，我们部队开辟了胜利的道路。我们连就剩你一个干部了，打到最后，顶住，人在阵地在，绝不退后半步。就是壮也把你壮养的，大队里的飞员他跳伞，他看到敌人俯冲下的射击，他拿着手枪打，把他的四手打掉，看他手里还抓着手枪，还有这次不就把手，你可老子，真是老子，你吃了我能走，哦，老子吃了走。中国人没有投降的，我现在是为自己的祖国而战，保卫我们的祖国。欢迎志愿军忠烈回国，我部歼十一 B 飞机两架，抗灭为你全程护航。老战友，你说现在日子多么好，现在咱们的国家强大了。